飞航24号和罗马。部分三分外线的出手，在上半场比赛来讲是没有任何一丝的进，只是这样子的外线。对，其实陈文宏在昨天的比赛来讲，担任的就是一个苦力的工作，不过外让他有一种打出信心的感觉。我毕竟是今年最受的台啤云豹，怎么样来做一些的转变？整一球刘仁凯在篮底下才，这球比较可惜，机会都做给他，但是在篮下跟小台的对抗。陈文宏地板给球被克罗马给抄走，小台这边差一点把球拿回来，但克罗马拿上去，拿到两分球。这球也顺利的给拿掉，但是克罗马空中把它给拿回来，再交给到前面威廉斯上篮，有。本来稍微影响起。看一下，出色。认为云豹没有一个人守住他，在另外一边更出色。哇，绝对是克罗马。对，克罗马直接停下来，中距离出手，稳稳命中。不知道今天开赛到目前为止表现非常好。哇，这个犯规稍微高调，给到克罗马，中距离的出手，稳稳命中。刘仁凯这个。进攻的防碍重篮是有类似的，哇！第三罚并没有罚进，喂哦，抢回来了，没有。第一节黄忠克罗马直接给到前面李奇伟，这完全唱空城了。这场篮板球的对抗现在是越来越激烈，对，可以为外线的三分。很想要传球的时候被克罗马拨了一下，哇！撞在一起啊！威廉斯把手上，横移的外线三分，好准。云豹发生的状况是比战神要多一些。威廉斯拿起来中距离的跑，德罗马给球，哇！哇！威廉斯的双手扣篮，球其实转变是非常快速的，进了中距离。对，你要中间传，传得太大力了。看刚刚高级伟短时间内发挥太出色，对，没有办法把他换下场。哇，罗马这个两分，我的天！无论什么 pre 或补防的恩多都没有，几波进攻靠自己单打，其实效率并没有特别好。这一球有火锅，上面就黄镇拿到，再给小球，哎呀，只能犯规，而且还给了。压进来，给到克罗马，中距离出手，打败了进攻计时器，差了一点点哦。对 ，Cree 做了一点补防，回头发现已经被黄镇挡住了，直接做犯规。他说的是一段他篮球生涯当中最难忘的旅程。